电梯离我的房间非常的远，而且它的电梯集中在这边，那我要走到另外一边就超远。整个房型设计非常的像迷宫。等一下会遭遇怪物。啊，走超远了。看一下窗外风景。好，继续走。啊，终于到了，就这了。差碟吧呢。蟹肉馒头。应该是说蟹肉包子很酷，如果你来小樽自由行吃饭的话，不要再离那个音乐博物馆那边那么近的吃饭，就到小樽运河这附近吃。我们先去找座位。
不行，我是在忙跑不动了。我猜他哦，真的不好猜呀、啊。他那个字是，就是吃过的。啊？我猜呀、啊。你吃过？好，好。你好你那个，一个说想去，还一个。好。你都很有感觉啊。好。吃的很棒了。